父亲，我把您需要的各类问题的书籍全部都拿来了。父亲，难道父亲，父亲？不要慌张，贤英。真是的，明明想好好睡个舒服的午觉，却被你像往常一样摇醒了呀。那还真是抱歉呢。不过考虑到最近的局势，魏国与我们一族的未来非常暗淡，一考虑到这些，我就想干脆就这样死去算了。唉，原来父亲也会说丧气话啊。您就放心吧，父亲，无论有多么的黑暗，无论是什么时候，都会有光明在的。大家一起寻找希望就可以了。那就拜托了。父亲。